大家好，我是無知大叔 Loose Law， 今年60歲。之前同大家一起玩過一些用 MMA 綜合格鬥做的 HIIT 動作，今天我們繼續嚟。咁咧，今次要有4個新的動作教大家，係點咧？第一是直拳，上一次大家都應該學過啦。直拳，直拳的氣門咧就是做個預備動作防守的，然後咧兩個手背向兩邊，出拳的時候咧手背就要向天啦。轉翻上去，手背向天；轉翻上去，手背向天。好啦，咁呢個咧就係直拳，你可以叫佢做 punch 或者叫佢 jab 都得。咁第二個動作咧就叫做 uppercut 拋拳啦。拋拳係點咧？嗱，而家我哋假設正面喎，你又有個對手，咁咧兩隻手個對手喺前面啊。咁你做個防守動作，跟住慢慢扭個腰拋拳打上去，打上去，打上去。打上去，嗱就唔係拉到好厚咁打喎嚇，喺度借個身力打，原本係正嘅，借個身力打，借個身力打，好啦，側邊做俾大家睇下，嗱原本係正嘅，借個身力打，借個身力打，咁咧打嘅時候咧，只腳輕微扭一扭，嗱就記住唔係咁樣嚇，唔係咁樣，唔係咁樣揈，係借個身力打，呢個就叫拋除 uppercut， 咁跟住咧第三個動作叫批真。Elbow strike， elbow 手掌是怎样呢？抬起这个好像一个防守动作，好像听电话一样，或者好像揞着耳朵，然后这个手掌平膊头批出去。你记住呢，手掌不是只是前面，要轻轻过了前面的。准备动作，打，准备动作，打。好，这边做给大家看，准备动作，跟着打出去，這個就是批針喎，咁呢邊都係咁啦。好，跟住失撞，失撞係點咧？準備動作，然後咧好似扯人埋嚟咁樣，一扯，跟住你個膝頭哥撞上去，但係嗰個竅門喺邊咧？就唔係就咁由下到上喎，係要上去之後用個身，用條腰輕輕地推前嘅，好似插落去咁。插落嗱，好似扯俾人埋嚟，插落去。好，側邊做俾大家睇下，扯個人唔係就係咁啊，係插落去，插落去，得唔得？咁同樣喎，要注意翻自己嘅平衡，因為你冇個沙包，冇個人俾你踢，咁你譬如踢完，譬如自己好容易跌，咁你咧就要控制翻自己嘅平衡啦。咁呢個你咧動用嘅肌肉又多咗，嗰個訓練效果又會好咗嘅。準備開始，我哋咧8分鐘，每4分鐘一節 ，OK， ready go。唞10秒。好，唞10秒之後，跟住 uppercut 拋拳。好 ，ready go。好，休息10秒，轉一個角度。嗱，記住啊，腰擺上去啊。
好，休息十秒。开战啦！准备，然后开啊！记住 ，Ready Go！好，休息。好，開始。好，跟住係失重。嗱，記住咧，失重唔係就咁提嘅，係要插埋去嘅。好，聽佢。好，側邊。嗱，記住，扯佢埋嚟，送。嗱，就唔係就咁提起，插入去。好 ，ready。好，咁我哋咧就唞30秒。嗱，我想提一提大家，如果你係初學者嘅話咧，你發覺啲動作你做唔得好好，或者用得唔係好有力，咁都唔緊要嘅嚇。你可以慢啲，可以咧就冇咁用力，但係咧記住個 pose 要正確。嗱，譬如舉個例咧，批踭一定係咁樣，就唔係咁就錯嘅嚇嚇。譬如咧 jab 一定係咁嚇批好，差唔多啦。Ready！ 20秒啊！好，好10秒。好，準備。好，跟住阿波卡啦。好，開始。好，休息了，轉另一個方向，記住係用條腰帶上去嘅。好，跟住就係揮掌啊，揮掌。
好，十秒，另一个方向。转腰，转腰打去，转腰。好，失重。扯埋嚟，插落去。好，十秒。好，另外四分钟又完结啦，八分钟到此为止。记住喺屋企做嘅话，你可以唔着鞋，咁咧可能平衡会好啲嘅。另外就系个动作，你可以好似我咁转晒腰，一个叫 full swing 打落又得。如果你系初学者或者气力唔够，你系轻力啲，摆好个 pose 都冇问题啊，一样嘅效果嘅。大家一齐跟住个电脑。跟住个手机去练下啦，各位，我系无知大叔 Loose Law， 今年60岁，拜拜。